杨秋兴他到底是不是副市长？认为杨秋兴不该当的那个反杨秋兴的势力，最后占了上风。杨秋兴下个礼拜一就不会是名单。害怕的是说，他旁边的牛鬼蛇神借由他来班师回朝，不要为他自己以后留下败选的伏笔。我马上会喊公司。今晚11点，国民大会。